唉，好似林俊贤大女 Denise 咁啊，生得高，着乜裤型都好睇啦。但成日觉得自己条腿又粗又短嘅靓女，应该着乜嘢裤款呢？于是我哋请嚟著名形象指导师 Ricky 郭教授。肥嘅人，我觉得应该要着 skinny jeans。佢话系因而令佢发现呢个小秘密噶。我同佢搵衫嗰阵时咧，我以为其实帮佢搵贴身嘅其实系错啦，但系反而佢着咗贴身嘅，望落去个线条个身形会更加修长。不过腿粗嘅女士就千祈唔好拣 leggings 啦，应该拣一啲厚实质料，先至可以令腿型更加扎实。Ricky 话配搭上面咧要富层次感，着长身嘅衫就可以修饰到盆骨位。今季流行嘅流苏就可以帮到呢个大忙啦。人哋嘅视线焦点咗，放咗你喺层次感上面咧，就唔会觉得你有一个肥嘅感觉。